哇，都是重复的。哭啊！哎呦，汤哥哎，熟悉的汤哥最对味。就是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，不要忘记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频道会员开启咯，欢迎各位加入，每个月有群组抽奖和观众房卡位的福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冰箱子，今天我们要来抽这套圣龙女王。这套看起来 Hello， 这个帽子感觉还好，衣服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龙还蛮帅的，有我觉得衣服比较好看，帽子就很像什么士官帽吗？有点像。看一下其他奖励哦，这个雪人飞梯感觉还不错可以抽一下，然后这个水晶之心感觉也不错，但我觉得该那个小丑的比较好，然后这个危险动作就这样，就一个动作想抽的可以抽啦，我觉得这几个都还不错，这三个都还不错，如果你没有抽到大奖的话，但主要我们还是抽这一套为主哦。154张转单券，直接第一个十连抽，究竟会不会直接中呢？来，直接中了啦，来啦，这什么有点烂哦，有一个金色的。大奖吗？大奖！哎，怎么是那个碎片啊？20抽，第30抽，我们尽量50抽以内毕业哦。虽然我们转单券有154张哦，但是还是早一点毕业会比较好。我们还要留下次啊。这次的衣服是没有说到太好看哦，但是我觉得整套穿下来，我觉得衣服可以搭配别套的裤子或者是帽子之类的啊。我们这个是紫色哦，这次大奖是紫色哎。那我们继续抽，40抽，有两个紫色哦。来，紫色，大奖 ，Come on！ 哇，都没有，而且我们也没有抽那个包包不是有两个包包吗？我们一个都没抽到看一下动作，哇，都是重复的，哭啊！这我们第几抽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来个祭品流，奖励领一领。这个不是这个，钻石转蛋。我们第70抽。究竟第70抽会不会中奖呢？让我们看下去，噔噔噔，给大奖！不对哦，80抽，究竟会不会中呢？中一个动作，恭喜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80抽结束这一回合，那我们就直接穿上去吧。直接装备，然后去训练岛打一下，看看如何。好，这边是精华。汤哥熟悉的汤哥最对味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各位明天见，拜拜。